这个超市就算咱基本家家户户攞个牛鸡七样鸡，那么这七样鸡呢，小生就是七种青菜。那么七种青菜可以任意个选择，但是有某个原则。第一个菜的东西，第二个爱有好意头。那么今次我研究大菜、韭菜、葱菜、白菜、白灵、韭菜、芹菜笋、甲直蕊羹、冬菇。那今日七样嘅所有材料拢多少？所有材我拢水白嘅。啊，首先就是来做，首先做冬菇、做片、芹菜笋，做了配些多就好。水果嗰大菜生放落去撒者，其他菜卖撒水也好，无相干。但个大菜呢，我今年撒得真贵。啊，隔一间呢，大菜一大几段来，但呢排队上硬啊，所以先撒得真贵。一旦拗起来，看其他菜嘅成熟嘅时间只系淡薄，捞起来。开始先把只冬菇放落去炒了。热者，热出点啊啦！先将超市能上一只啲叫熟嘅，啊，来调整下定位。但是如果先实现白公水来熬，也该无一变嘅，我哋个就不得咯。所以上点就佢个冬菇，啊，热也可以熬出骨汤。个冬菇呢，调个炒凉熟啦，然后做菜就来炒。上熟就是煮硬嘅菜，煮晒咯。茶添者，茶到只水分啊，食起来呢，会香到入味。白菜一放落去，只要适应嘅光景是咩嘅呢？第一界柴条东西啊，第二界爱可以偷。第一界呢，虽然是做咁样是舒服嘅，但是呢，爱食就要啦啊，葱菜。刚才打到几种样菜，拢是可以偷啊。你比如打大菜，爱发大菜的意思啊。葱菜呢也是像爱葱啊，咪叫做爱葱啊。那么葱的意思呢，就是爱发亮、爱张大。贝灵呢，食了灵精；韭菜食了嫩嫩虾；芹菜食了芹捞；笋仔呢，食了乌鸡笋，算乌鸡芹。白菜呢，也是白菜的意思啊。啊，平常山头的叫做白白的发菜。搞下。韭菜、白灵啊，这道菜做熟的，上网络。芹菜笋，再来。炒到熟的青菜，青色已经去了，可以加点水啊，加点滚水落去啊，加骨汤也好倒落，放落来腌落去。边帮个刷锅个，加去关点熬啊，滚起来开咯，去看看熬，过关门个。哇，嫩嫩啊，香香啊，哇，好黑的味道，就是青菜的清香。吃了挂只大河大呢，就将偏到这个菜味，哇，舒服。那么最后，送给大家呢一句俗语，叫做“吃青肉鸡，老人吃了变后生，农家吃了变红家，子女吃了年过炮灰”。你有打包啊？打包。打包吃了多少吧？哈哈哈哈，那是打包就那种麦玲玲、汤五英。